七月九日，四月二十三日出生的路易小王子将要进行洗礼仪式，这是继哈里王子大婚之后英国王室的又一大盛事。一众王室成员，可能老到英国女王，小到夏洛特小公主，都会悉数出现在洗礼仪式上。路易小王子的洗礼仪式将在圣詹姆斯宫的皇家礼拜堂举行，这里也是乔治王子2013年举行洗礼仪式的地方。图为2013年乔治小王子在洗礼仪式上，夏洛特小公主是在桑德林汉姆庄园的圣玛丽马格达伦教堂接受洗礼，而不是皇家教堂，因为当时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就住在距离此处不远的诺福郡的